明天就要去杭州，然后去杭州以前呢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，所以最近收到这个超有质感的包包，然后这个包包真的非常有质感，不管是它的拉链啊，它的里面的内衬都非常有质感，然后这个皮也是。我平常上课都是带一台 iPad 啊，然后还有课本跟笔之类的，那里面就有这个夹层是可以放电脑的，一般都会放 iPad 在这里，然后可能再带一本课本跟一支笔。我现在上课都是带这个包包，这个包包真的超好看，而且也很百搭。如果大家对它有兴趣的话，记得去它的官网查看，记得使用我的折扣码就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。那我们就明天见，拜拜。I've been doing me for a minute now. From a big city to the little town. Let's just give this whole love thing a shot. I'll show you all this pain that I got. I like nice things, I'll get you a lot. Things I'll get you a lot. Let's just give this whole love thing a shot. I'll show you all this pain that I got. I like nice things, I'll get you a lot.我现在要去机场，然后现在是9点了，然后我是11点半的飞机，所以我想说，我现在先去机场，到机场之后，然后再吃早餐。对，我现在要先去机场，不说了，拜拜。我现在终于到机场了，然后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。T1 就是第一航站楼等级，然后对这里完全不熟，因为这里都是一般都是国内比较多。都没有。啊，就把身上东西全部放里面就好了。Shines in my and I see it in yours too. So now I sing to you. When you go, leave me here all alone. I'll be waiting, can't make it, cause I know. 去宁波玩，然后不去浙江玩。现在是10点半，然后我的飞机是11点半。现在在广州真的超级热，我现在在宿舍都已经晚上睡觉都开冷气了。我们的飞机在那里，这是刚刚好，就是从那边走过来，这真是超远，这里是最远的一个登机门，然后一过来就刚好可以上飞机了。之后也没那么冷嘛，就感觉比较凉一点，但是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冷。然后现在要先去民宿那边跟 Sherry 他们会合，从这里到民宿好像要坐1个小时的地铁。我先在这个民宿附近随便吃一点东西，因为。就是他们在吃饭的那个地方离这里有20分钟车程，太远了。我想说还是在民宿底下等他们好了。民宿是下午3点才可以进去，所以他们现在也还没有放包包进去。哇，好广哦！去买可以，去买镜头。2000多块钱哎！那不对你来说很便宜吗？贵。
我觉得 Sherry 不是富婆。不是。哎呦妈呀！哈喽大家。叮咚，叮咚脑菜 APP 提醒您，为防控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天目。李晨汉现在很尴尬。我没有啊。先上来。哇，这书店好漂亮。有刚刚那个人胖吗？哦，这好。等你出现在这些杂志封面上面，我就等你十万粉，我帮你买一个封面杂志。这里有写一堆那个什么，往那里看，然后那边就有一个洞在那边，我就说叫 Sherry 去看，然后用相机拍一下，我们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看。那我先去。你要这样。他真的没有。有看到了？看到了什么？看，我想看，应该是湖。应该是湖，不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我们现在逛了一圈累了，然后我们就坐下来吃个蛋糕，喝个咖啡，两杯，也是小冰。嗯。大家这就是平常 Sherry 拍 YouTube 的时候。你要好笑。嗯，好好喝。就是这个是真的好喝。嗯，刀子。哎，我们巧克力酱。不要问。为什么？那个很惨。真的，冰的吗？嗯。你就吃那酸奶瓜。这样子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吗？哎，这是冰的，冰的。不行。应该要这样，冰火两重天。那个门超重的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灯光秀，是现在才有。好像周，他说周二、周五、周六都有。韩国天气很舒服，就不是特别冷。就有一个笨蛋啊，短袖短裤来，以为是去海南。他身上这件外套是我的，还是 Brandy 的？你不是说你要穿这个灰色吗？嗯，对啊，然后我给你穿粉红色。也不是不行，你衣服衣柜里一排全是 Brandy。请标记我的卖场。好，在这里。位置。对啊，这个位置是明星位，然后这个是秘书，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可能是保镖吧。然后后面好像就是什么妆发、妆发、服装那类的。好香，好饿，肚子。你知道你现在穿的是谁的外套吗？你把谁的外套？哇，要不是沾水的吗？没关系啊。麻烦洗完，然后顺风寄到上海。啊？你们要去哪边吃？不要走。好。先躲雨。你有拍到那个灯光秀吗？没有哎，等一下。因为我会看8:30的。好多人在看灯光秀。一般因为
背景音乐换一换，换成 Elsa 在唱，你就会站在那边看两个钟头了。帮大家记录一下。刚刚给你看的那个。找不到吃的。对，找不到吃的。一间 Outlet 找不到吃的。努力寻找晚餐要吃什么。你现在来吃烤肉。我已经看好了，我要吃这个。面包冰淇淋。人家看烤肉，第一个都看我要吃哪一个烤肉，你要吃这个。我要吃。你现在先吃这个。笑死！先跟大家说，李承翰玩游戏超嫩，游戏黑洞超强，好不好？游戏黑洞是第一名。哎，对，这样没有录到这个就不知道到底谁第一名。还要拿一个，不然你拿一个，没关系。他说靠背我报仇。没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单身狗特调，就是你本人。你这样耍阴的应该
就我觉得有点。哦，我觉得比再加一点。像科研还是然后这样去，然后。国影，谁是自来也？那个猫。喂，我觉得自来也速度太慢。对，它会速度超慢。对。我们来拍一个新题材，叫做“猜想女明星的行李都带了什么”。是他的。他的东西最多，我跟你讲，我叫他不要做，不要带鞋子，然后还跟我说旅行应该带什么，一双鞋，对，多带一双鞋。这是年糕，我们讲。哦，是他们有送什么配菜？那些广州也会吃吗？很少。我感觉你在带一双鞋，对吧？想叫你。它好像是很小，好吧，打消伏尸。哎呦，我好像是十一。